出国体验是吧？小贾。啊啊！你骑过来了，天哪！骑过来了，几天不见。啊，你可以猜猜这里面哪辆是我的车？这辆啊，是吗？天哪，是吗？我觉得简直就是最酷的一辆了。没有，我觉得最酷的一辆。真的吗？但是它是比较就是很旧的那种的，我感觉。你是借来的吗？没有啊，我是在闲鱼上看到的，然后它在浦东。然后我又去浦东那边花了好大力气给修好，然后又坐船给拖回来了。啊，怎么好远好远的，天哪。但是现在蛮好骑的，我又给加装了一个灯，但是它一开始是没有电的，然后后来今天可能阳光比较好吧，阳光比较好，在外面等的时候、哎、这个坏掉了，伸手我给你一个吧。啊，你有吗？我有一个、啊、可以可以逛逛吗？对、我这件衣服在这里买的。来，你有来过？对，我来过。我可以随便看一下。其实我们随便看。对对对。我上次那件是在这一排里面挑出来。嗯。我这个它里面它说是二战时期的那种飞行夹克。哦，对。然后里面还有那个地图。就是在你买这件衣服，它原装里面有个地图吗？不是，它绣在这个内里里面。哦，这是地图。对，是地图。嗯，是那种女飞行员吗？这应该是男生的。二战有女性飞行员的。哦。对对，但是这个会小一点，但是挺合身的。对。嗯，很酷。所以我就买了。哎，你最近都在咖啡馆？对，最近都在店里嘛。其实我前两天有路过。真的吗？但我进去。哦，哎，没关系没关系，说回去。哎，这个。挺酷的，我觉得如果我骑在路上，然后突然拿出一个地图在那翻啊，对，不用手机，对，确实很有感觉啊。对啊，挺有感觉。然后尤其是经常带，它皱皱巴巴的感觉。对，嗯，挺酷的。很多公路电影不都是这样吗？对。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嗯，糟糕，我的地理位置有点差。方位感吗？哦，应该是在，往上一点，往北一点，往北一点，然后往右一点。哎，怎么回事？在哪？咱们现在在这边。哦，对，在这儿，在这儿。哦，好。我想要拍一张。哦。没有没有，你在里面的。啊，可以啊。一拍摄就能紧张一下。啊，但我现在好了，好多了。好多了吧？嗯。这是什么呀？长命牌。哦。啊，这什么？这个太酷了。这是药吧？应该是。丸补命宝。啊，维他应该这么读。主治。嗯，主治对，应该这么读。神经衰弱。嗯呐。这个太可爱了吧。每日服半小时。这个我之前有买过一些，就是前两天在杭州有一个类似的。你去杭州了吗？杭州哦，去了。哦。嗯。哇，太酷了吧！哇、嗯。欢迎您好，很棒。哇，凤飞飞。啊？我没有听过他的歌。你没有听过他的歌？真的真的真的。我妈喜欢凤飞飞。是吗？嗯。嗯。张雨涵呢？所以说台湾明星你会多一点喜欢，然后老主要是这两张都是我妈很爱的。你会穿她的衣服吗？我会。这件衣服是我爸爸的，真的、啊，我的外套，对，就比较老派一点。诗集，诗集，日文，殉情诗集，我也想殉情啊。别这么说。你看，有些人初出茅庐，深情似海，
是吗？认真的吗？阅尽千帆不再回来。嗯，摘下你的心没有。是吗？嗯，没有啊，我编的。我说你这么厉害，连日文都会。嗯。要说情诗的话，我之前写过一首。真的吗？给你前女友的吗？对，我可以假装给你读一下。你要假装给我读你前女友的、写给你前女友的诗吗？啊，可以吗？不可以，开玩笑。不是吧？就是，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之前是在什刹海嘛，我俩认识的，算是开始。然后我第二天心跳有点快，然后我在火车上就写了一首诗，就是曾经我是一道阴霾，失了神态，暗了光彩。本想安静的看你离开，也就断了肝肠，浊泪两行。不再是那个藏原上奔跑的男孩。临行前沿的什刹海，是我破不了心中的障碍。本应该是阳光败给了阴霾，没想到你会为我拨开。然后，对，然后一点点、一点点的感觉，很不错哎。那他，你有念给他听吗？我是写信寄给他的。那他有跟你讲他的反应吗？其实我不太记得了，因为如果他有反应，我可能会记得。天哪！如果男生这样给我写，我就哭哎。啊，真的。真的。放回去。把我希望不要再破坏了。不敢往下放了。好，好。等他遇到他的主人吧。所以你不是说要帮你爸妈整理他们的？对，我觉得我回去我会整理，我会尽量计划，对、啊，一定要把它完成的。就他们的信还是很好的，听起来很棒。我感觉他们最近在吵架，所以说，啊、为什么我也在质疑嘛，所以说爱会消失吗？可能他时而有，时而无，就看状态了。你看这个离婚指南，太酷了吧！我挺想看的。二十年以后我可以买一本。所以你最近就是去了趟杭州。我是之前几个月去的，在杭州。哦。因为我最近其实我在搞我那辆车子，因为我刚买到的时候它超级破。然后我就每天擦，然后又给它改装上油，换了个脚蹬子，又加了个电灯，算是受你的启发吧，也是算一直做一件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然后说那我就鼓起勇气，我就搞一辆吧。很棒啊，我觉得。对，真的就是把上海大街小巷，因为你骑车的感觉真的和你平时走路或者骑共享单车的感觉都不一样。对，肯定不一样，而且你骑的，我不知道，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买永久？但我就觉得。永久就是有一个情怀，永久，对，永久 ，yeah。而且你的那个坐垫，对，它是原装的，这算是我在上海有一辆车了，知道吗？对、啊，虽然是自行车吧，但是。所以你已经有其他去过什么地方了吗？我几乎从我家那边把那些老街道逛了一遍，突然有种归属感，就是给我的感觉，对，就感觉就很本地了，对。就不再像是一个游客。就比如说一般的话，就比如说你会带人去你家里面吗？很少。很少会去带。除非是女生朋友，然后要很好很好的。非常好的那样的。对。我这点做法和你不一样，就是比较喜欢带朋友去我家玩，但大部分都可能都是男孩坐家喝酒。摆张小桌子，然后就坐在那里包的。就各种音响往那一放，真的一坐一天。我可以看看这边视频。视频我就应该是由亲人交，对对对，交给你那个意义比较最好。你要一直带在身上的话，就它最好是有意义的。那这个是你自己
自己买。嗯，这个是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几乎睡觉都不摘它，除了洗澡。这是一颗熊牙。哇，对，这是什么牙？这是一颗熊牙。熊的牙。熊的牙。然后我找了一个，就是内蒙古那边，它有很多蒙古匠人会做这个，这个叫蒙香工艺。这是你们特殊的图腾吗？嗯，对，算是吧，唐草纹，这个蛮有意义的，所以说我就一直戴在身上。哇，这个好酷哦！好大的牙，对。对。嗯，可以分享一下。可是你这样不会很卡吗？啊，之前卡倒是还好，主要是冷，一放下就好冷。这个我也跟你分享，这个是。我们隔壁的那个很可爱的一个阿姨，小刘阿姨送给我的，我也是第一次戴这种镯子嘛。镯子，其实我上次就注意到你这个镯子，一直没有问，因为感觉像这样的很小的，对，这样的镯子很少见的。其实感觉一般戴的就是女士戴的那种很大很臃肿，对。就有一天，他就突然进来就说：“姑娘，给你这个。”然后呢，把我就这样塞上去以后，我就没有拿下来过了。你就戴着吧，我就一直戴着。对，如果他有一天不慎。破了，你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修。真的？考古也是。考古我一半是考古，也一半做过文物修复吧。嗯，但是最好是不要找我。对，再也不要找我。我也不希望因为这种事情找你的。这个是什么特色吗？就是用的应该是80-90年代的老笔记本。真的？一个是上海牌，一个是北京牌，这叫什么？正海地。那是中间那个字应该海镇海地。对，愿你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啊。还有那个年代，哇，于73年12月17号，太酷了。对，有那个年代的感觉了。这个我真的没见过。哎，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好。我之前自己来逛过，可是我一直都没有上到最上面去。今天可以尝试了。可以从这里吗？对啊。这里面我推测啊，感觉应该会比较臭。啊，真的啊？对，因为毕竟屠宰场它可能会有，就比如说血啊、粪便啊。对对对，会比较多。那现在还是很干净的。哦。哎，我想拍一下这个。我很喜欢就是拍井盖，有些井盖它会比较特殊，比如说这个区才有的，或者它上面会有一些就是图案，我有点彩蛋的感觉啊。了解。你站我对面，你的脚在这里是吗？我就鞋没有擦干净。没事。因为我见过有一个井盖，在武康大楼对面。对对，那个井盖应该是唯一一个的。对，应该是全上海就那么一个。是的。这个晚上应该会比较恐怖。晚上我应该不敢来。对，现在还好。对。这边上去应该是在那个地方的。太酷了吧。对。等一下，我看看，如果你把这个领子折下来呢，就是外套这个。这个领子折下来怎么折啊？就是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是没有气势了，好像是。你还是折上来吧。你是觉得男生这么立领很傻吗？对啊。我这件衣服就一定要立领子，他可能就是这样穿的。哦，对对对，但我觉得还是翻下来好。因为我一直在注意你的领子。你想给我翻是吗？我一直想把它翻下来。强迫症了。可以去买一杯咖啡。你还记得在哪里吗？在，应该是在那边，你可以绕过去。好，从这边绕走。这里面像迷宫一样。哎，对，很适合那个捉迷藏什么的。我想到是枪战。哎，你说是这个吗？这个可以。那我美式吧。我要一个拿铁。可以。要一杯美式，一杯拿铁。我要冰的，热的。我要热的。我也热的。楼上还是阳光很好的。对，我没有上去过那里。可以看一下。对。前两天我去三月的时候，我只是路过了一下。我在你的咖啡馆对面的河边上的椅上坐了
坐着喝了瓶酒。嗯，哦，那个苏州河很漂亮。对对，苏州河那个。对，所以你没有上去三月咖啡馆？没有。我觉得下次可以去，蛮好玩的。可以啊，去找你玩。嗯，对，我也很久没有回去了。嗯，但我很喜欢那里。哎，那你现在不在那里那边吗？不是，我那是我第一家店。第一家待过的店。哎，那现在呢？一木家。就是在香山路那边。对。所以说你为什么选择就是做就是觉得安静吗？我喜欢咖啡厅。就我以前就是没事的话，我就要出来找家咖啡厅做冥想。喜欢就在那里工作，我觉得很棒，很随性。对。谢谢。它现在稍微有点烫，你可以拿手挡住。哦，好。哦，那我们从这边走吧。好。这应该以前是个门，它现在拆掉了。这是什么？那又是一个铁门，它可能以前会从这赶、赶牛啊，或者是赶羊之类的，绝对是有痕迹的这个上面。对。哇，这个就是你的专业了，对吧？一点点吧，一点点。嗯。咱们可以从那边上到这个平台上看一下，有阳光的。哎，你看，你觉得他们在打架吗？我觉得他们在挑衅对方。所以说，你觉得两个都是男孩子？我不知道哎。我觉得那个梨花的会赢，因为白的往后退了。他真的是吗？真的是吗？不争了。对。对啊。嗯，我第一次看到猫这个样子。啊，消失了。真不见了。嗯。不太理解猫的世界。还好他们没有打。好刺眼呀、有一点。哦，我带了一个小礼物给你。哦，我好惭愧啊，这个咖啡挂耳包嘛。对、这是那个深烘的豆子，你应该会比较喜欢。哦，这是你咖啡店里吗？对对对、这是我昨天刚装的。谢谢，真的很棒。对，哥斯达黎加的深烘的豆子、我先帮你收拾好了。可以，就是你要记得跟我拿。我在楼下。好，你要记得跟我拿。我会要的。真的，你会冲挂耳吗？会的，因为我妈妈以前开过咖啡店。啊，真的？对啊。偶尔我懒得喝咖啡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吃豆，就嘴里含几个豆，喝口热水，就是。对。啊，土耳其人就是这样吃吗？哦，是吗？对啊，有的。我想要拍一个 DV。我只是觉得现在这阳光很漂亮，柔和的。给你。我也想入境。哦。我没有停，你可以。哦，没有停啊，没有停啊。对。哦，我觉得我要自吹那种摇晃的感觉。真的就像你骑车那种镜头会就感觉很好，真的。可是看的人头很晕。哇，太棒了，天哪。我好像有台这样 DV。 你也可以玩一个。是可以的。我就然后这个等一下你要拿过来一点、然后你可以这样子，这样我们就看得到，这样就方便一点。对，咱们脸好黑啊。我看不太到，其实。光线有点太强了。对。你看得到下面吗？下面哦，很垂直的下去吗？对。但这要一镜到底了，可能你会剪辑、剪辑会比较麻烦一点。这有点危险。哎呀，等一下，好恐怖啊！天哪，我都想站在外面拍了。哇，我没有在这个角度看过。在这个季节在上海待的其实蛮舒服的。你过年会离开上海吗？不会不会，我爸妈都在上海。你会回内蒙古吗？我觉得我过段时间可能会回去了。可以邀请你去内蒙古吗？很乐意邀请你在
过年之前来内蒙古玩两天，冬天的话那边也蛮好玩的。你但是你刚刚说过年前是吗？对，当然要把你送过来过年嘛。我都在那边过年了。对啊，对。可是内蒙古过年应该也很好玩吧？对，他那边的农村是可以放炮的。上海应该市里是不让的，对吧？对，我就不亚于迪士尼的烟花秀。哇，对，大家都在小平房，然后杀羊吗？啊，有杀羊。对，这两天我奶奶家刚刚杀了一头小胖猪。我真的很想去，我真的很想去。是可以的，因为我之前老跟一些上海老大爷聊，他们说啊你在哪，就是我修车的时候，他们说你哪里，我说啊我内蒙古，他说啊内蒙古好远啊。我说内蒙古好远啊好远啊，其实我说飞机也就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吗？对，两个小时多一点。这么近飞机吗？那真的可以去。对，火车的话最多是24个小时。怎么样，如果坐火车的话夏天可能最明显，它有种南北气温的变化。那挺酷的。因为我很喜欢坐火车，但是我没有坐过那么久的。这还算久了。24小时一般会当天到吧。如果可以，我邀请你去我的家乡看一看。好。坐火车吗？都可以啊。好。可以坐火车。我想坐火车。可以的。飞太快没有感觉。对啊。没意思。是的。你常说蒙眼走路的话，人是走不直的。是吗？你看我现在闭眼。我现在是直的吗？你可以告诉我。等一下我们两个问都闭眼，谁帮谁看？我走歪了，天哪！算了。可以尝试一下闭眼走吗？我总感觉前面有堵墙，然后我现在掉下去了，前面是个悬崖。好了，停。